娜娜不行不行不行，今天呢来好玩的东西，佳佳，这些凝胶的东西都是我向朋友借的，因为我自己不行，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每个月都会去做这种凝胶，然后呢，就是我之前我就一直很想要，那不行，我之前其实就一直蛮想要买，然后刚好我朋友有，就把它借来玩。好，妈妈等一下哈。好啦，我们今天就来试试看，就是自己在家里呢，可不可以用出那种效果来？好，我们呢一开始先加，我有上网稍微查过，就是呢，你就先修完指甲之后，你可以先用平衡胶，那它这里没有，它是直接上底胶，那就是因为平衡胶它其实是让你的手啊，那个指甲、啊、那些油啊，就是弄得干净这样子，这样比较容易粘得住。那它就是直接下底胶，那没关系。我们先来擦这底胶。我现在指甲已经自己稍微修了一下。好，就薄薄的。这也是一个蛮好玩，就是我觉得自己在家里可以玩这个，因为其实啊，这一台好像才500-600而已，然后呢，这些指甲油啊，其实也就才几十块，所以可以做好几次。当然啦，我觉得可以越做越熟练这样子，因为我去弄指甲，其实我用还蛮便宜的，我去用是499。好，那我们就进去照60秒这样子，就是我自己用去是用499这样子。那呢，干嘛？没有，妈妈在忙，妈妈忙一下下。你是便便？好。我们等一下再过来，因为刚刚小云拿便便啦。好，那呢，我会建议呢，如果我妈妈自己要在家里用的话，记得等小朋友睡觉、睡午觉的时候，就是这一两个小时可以赶快好好做一下。那我先上了底胶，底胶的话呢，就是差不多是我们就是都把它用差不多1分钟就好了。好，现在底胶上完了，好，好紧张哦，第一次用。好，那我们来上一个，就是上颜色。那因为呢，今年其实有蛮流行这个猫眼的，我们来上上看猫眼。我朋友说呢，就是这个是银色的猫眼，好，就来擦擦看这一指好了，食指。这猫它这银色啊要厚一点，猫眼听说蛮好玩的。那不可以哦，上完之后呢，我们再上那个装饰。其实我觉得哦，涂指甲油是一个。是一个那个，我真的还蛮不会涂指甲的，就涂指甲油是有时候要薄厚这样子的。好，用完这个猫眼，这是有没有弄好之后，然后他说呢，这是磁铁，它就会吸一条线。之后我们就先拿，我们先，我们先进去，先进去。
照灯，好，一样照六十秒，好，很好玩呢、欸、这个。然后呢，用完之后呢，我们如果想要变化一点的话，那其实猫眼，哇，我朋友真的是什么给息都有。其实我觉得他这样子买下来啊，应该就是这样子一整组啊，应该1000多块。那其实我觉得差不多做三次，去做三次的钱就差不多了。放一个小钻放上去，好，因为它这比较没有办法跳，但其实这样子就蛮美的，看看啊。来放一个小小的钻，哇，那这个，这都是那种，好，他们会放那种，好，我们就放一个小钻，这先放上去啊，没有没有，要先放那个加固器，加固胶。妈妈，你看我说吧，弄一下就是要好，可以了。哦，好，那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是不是很美？这个有星光的感觉，好不好？那呢，这个猫眼其实就很漂亮。那我们就在这些上面加一点点金箔，然后我稍微看一下，他们好像需要用一点点加固剂。那其实我会把它用在就是上面这样子，因为金箔的部分应该是就是用一点点在这个上面，然后金箔的话呢，就是你要去撕它，有点那种不规则形状，哇。然后需要再小一点，哦，这真的是很需要那种慢慢的去弄它，我很怕弄错，是有点那种亮晶晶的 feel， 压它这样子，就找一小点，真的是很不容易。有时候还要帮客人想这种造型的东西，好，第一次有 feel 像就好了，有点亮亮的。完成，有没有？好，会拍一个近的。啊，这个好简单哦，就是其实就上底胶，上完底胶之后呢，我们就是上颜色，上完颜色之后呢，就看大家想不想粘一些些有的没的，然后呢粘完之后呢就照完，然后我们就上底的上那个最后封胶，然后就完成了，天哪。而且我说真的，这真的是可以就是自己发挥创意，就是你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。有的时候就是你去做美甲的时候，就是哎，就是有时候也会沟通不好，或者说哎你想怎么做，然后又要对多加钱，然后又要怎么样，像有时候加一个钻10块20块，然后多加怎么样，要就是多加什么贴纸要怎么样，哇，这样弄下来都要快1000块。然后呢，像我觉得弄完啊，我马上就想要去虾皮订一台，然后自己在家里这样玩，好好玩哦。好。
好啦，这就是我就是跟朋友借的这个分享，我分享这个自己在家里 DIY 做这个凝胶。我觉得对一个妈妈来讲，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趁小孩睡觉的时候，然后就可以自己在那边玩，或者是半夜的时候，我觉得很冷静的可以在那边玩好久。好啦，就今天分享的玩具咯。